欢迎光临我们朋友圈，我是黄鹏仁，品观点民调。今天民调呢，先一分钟以后再告诉大家。马上有一个插播消息 ，breaking news， 宋楚瑜六度扣关，扣扣扣，而且搭配的是广告女王余香，要搭配正副总统哦。这个不要叫做眼镜掉一地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大家就有传闻说老宋啊，老骥伏枥啊，这20年来他伴着我们走过这民主路啦、啊。从宋省长地黑不啊开始坐直升机转台湾到处的走，而且里头啊还很有趣，还看到的有谁呢？郭台铭放了两个他自己的亲信核心人物，要放到亲民党的不分区。哎，郭台铭他也放了一个人在这个民众党，然后也放了两个人在这个宋楚瑜，这是一种傻逼死的概念，还是雨露均沾？老实说啊，不分区都是有一种对价关系啦，要不就是出人，要不就是要出钱。好、哦，啊，我话点到这里为止。我们来看的民调，民调你来看，这个礼拜评观点的民调，蔡英文的支持度41.2%，韩国瑜我。要力挺韩国书，我这个挺韩国瑜的有25.1%，哈、哦，我唔觉得唱衰你哦，哈、哦，这是北抓欧吉的民调。然后呢，蔡赖配41.6%，修夸上升0.4%，韩张配25.9%，上升0.8%，这都误差范围，意思就是讲张善政加起来以后没差，还是清清如水。好、哦，当然第一个礼拜啦，我们不晓得威力还没有发挥，也许他后劲很强啦。哈、哦，咱今天看到的宋楚瑜哦，我甲这个昆峰啊，我两个人看电视的时候，哇，这个老宋仿佛蒋经国上身，公干呢，跟他联合国在这个讲演，我不是亏他哦，我是说他真的讲的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会演讲，还北风北又连庄，我不是暗讽你说。不肯下庄啦，哈、哦，哎，我没讲，我是说，你呢，要现在要做的就是年轻选票，因为有很多年轻人，我们在座这几个摄影，他们都不理解宋楚瑜这个人到底有多的丰功伟绩啦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来看一看年轻人的支持度呢，韩国瑜邀请张善政来做这些，对年轻人有没有帮助？没帮助，超过一半啊，20到29的人有50%的人都说没有帮助，好、哦，30到39的有37.8%说没帮助，干那老班的啦，40岁以上的到60岁以上的，哦，40几%、50几%说有帮助了，好、哦，但是呢，真正来看到的。青年国宅，这个不是青年国宅，就是买这个台肥的这个住宅，7200万，哎、欸，这个东西还没有结局哦。台肥说要一个礼拜要调查出炉哦，告时阵大概踹咧蛋了，唔知是像踹咧蛋啦，哦，因为冲击的韩国瑜的选情，假设有冲击的话，那么这个票会留给蔡英文，还是留给宋楚瑜？不知道哦。但是我们来看品观点的民调，现在看到34.8%的选民表示豪宅案会影响对韩国瑜的支持，哦，43.7%的人说没，哦，另外21.5%的人没有表示意见，支持韩国瑜或者支持韩张佩的有87%认为说没影响，民调已经从41比25%哦，你还够会砍多少？哦，所以这个、哦、要提早因应，我还是奉劝一句话。你要说真相，一次说出来，不要挤牙膏。你那挤牙膏，挤一点讲一点，挤一点讲一点，你的诚信到最后通通都没有。你7月份还赢小英呢，所以呢，给你鼓励，一次把话说清楚，你自己讲出来不是很好吗？国民党啊，你也不分区啊。我们在说哈、哦，不分区的名单要怎么看？第一个要看。今天你可以不花钱，你就可以当立法委员，这个都有对价关系。所谓对价关系，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等值的概念，就是说你击败你这一次名列不分区，你下一次你就要出来选，而且要扛责任，哦，要不然你就是会你没有选票，你要有钞票。第一个，吴思怀第4名，过来车宜静第11名，我来讲。一个是老将退役的反800壮士，一个是救国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挑故意的，这是做什么？做就是反年金改革啦，哦，
啊反转型正义啦，这两个人给他放进去。咱来讲这个吴思怀哦，这个八百壮士的首领啦，哈、哦，他还去跟习大大敬礼呢，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不是说不行，或者是你们怎么样，就是说你要挑人是面挑一个眉眉嘎嘎啊，这个有太多太多的争议，然后呢，你全部的国民党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他呢，是不是？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你还放了一个车仪静，这是救国团主任葛永光的太太啊，这嘛是救国团也是被转型正义掉的，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你大家来看，过来，贾龙改。两盖先十二，哦，他对国民党的气势很有帮助。那你把他排第一名啊？你要把他排十二，你排十二，意思就是国民党你有很多的韩粉，你想要咱两盖先要入法院的时阵，你要黑死命投票，要投到第二个，叫他入去呢？这个其实很辛苦呢。那你们韩粉，你们不会跳起来吗？哦，韩粉你不生气吗？我都替你们感到生气呢，我是觉得说这个实在看不出一个逻辑啦。接着我要讲吴敦义，你排老八，我这看不懂呢。要不你就排第一，对不对？你要讲一个堂而皇之，我也可以接受。你就说我要党主席，我要领军，我要进立法院，我要干嘛啊？不然你就排最后，你排个老八，这是安全名单呢啊。所以是什么意思？我实在也看不懂。你这样是对表示对叶玉兰、对曾明忠、对吴思怀、对黎桂敏很尊重，所以你排老八，真的吗？那你就带八个垃圾袋叫八代长老，对不对？要不就要排第一，要不就排最后，排个中间，我实在是看不懂。然后哦，敌军对阵，然后呢，要不就是直接上阵冲锋走第一线，要不就说没关系，你们走，我殿后。哦，阿尼，信不信？哦，党主席，你讲一下理由，我要听一下 ，OK？ 哦，今天说的有点激动了，拍谁？朋友圈，哦，我们呢、啊，品观点，下个礼拜见。